2020年，他用绝佳的舞技呈现最好的舞台，实力有目共睹。凭借对音乐创作潜心而持续的投入，他迅速崭露头角，成为实力唱跳歌手。2021年末，他刚刚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全场专辑《Xanadu》。全能舞台王者，坚定奔赴热爱，他就是2021凤凰网时尚之选年度音乐人刘雨昕。恭喜刘雨昕！同时有请荣誉授予人著名演员邓萃雯女士来到台上颁奖。恭喜雨昕！谢谢邓萃雯小姐。我们来吧。对，我们到舞台正中央。恭喜雨昕，而从一个小女孩现在成长为这个雄霸舞台一呼百应的明星，真的我们大家都看着见证她的成长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也请雨昕跟我们聊两句吧，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最近就是刚刚发完自己的新专辑 Xanadu 世外桃源，然后明天是第二首歌的试出，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听一下，多多关注。对，明天什么时候我们要守在那里？中午12点。中午十二点，请大家留意好，调好闹钟啊！我们要守着雨昕的新歌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希望看到你更多的舞台，加油好吗？谢谢，谢谢雨昕，谢谢，请来恭喜雨昕。